咁咧就其實我今日嚟咧一個目的嘅啫，支持香港警察，守護香港，正義必勝。實在令人太感動了。2020年6月30號香港有國家安全法了。今天是2021年的6月30號，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尖沙咀，我身后边就挂满咗区旗同埋国旗，庆祝香港回归24周年。今年嘅疫情好严峻，希望明年疫情尽快消失。只要国家好，香港才会好，让我们弘扬香港精神，凝聚香港协会。新能量。